一起上学堂志趣班又来啦！农历新年拿到很多红包吧？压岁钱该如何处理呢？来，让我们学习储蓄，制作密码铺满。这一堂课来自霹雳甲板华小的马俊颂老师及霹雳喜洲华小的林倩儿老师，将为大家带来会储蓄的铺满。还等什么？赶快来加入志趣班，开启多元智能的宇宙。2022年2月25日晚间8:00至9:00，与您有约。